好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台车。哦，终于要介绍它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哇，外面天气这么热，哦，来跟各位讲一下，它是，你看，它是手排车，对。哦，长轴的手排车，嗯。哦，长轴的手排车只有两款，一个是2.5的手排，另外一个就是2.0的手排。那这一台是2.0的手排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老板娘怎么介绍这一台车。要求我？哎呀，还哎要呀，怎么介绍？我哪知？我们从那个啦，从椅子开始好了啦。好，宝宝做了两张那个什么，百变床也是可以当当什么？床跟那个啊，可以睡的啊，可以睡的床，嘿，好了，来，等一下，我跟各位讲一下百变床椅的关节是在这边，哦，这里，哦，来，有没有灯可以打开吗？灯可以，上面旁边，这按下去啊，哦。啊，灯打开，好，那个灯打开，好，来看一下那个关节，就是那个，有没有看到？左右各一个。这样是一组啊。对，对啦，一组，然后它这样子拉过去，拉到那个超越的关节。哦，用木盖脚，够磨的嘛。我咧今麦咧修呢。我知道你要入镜吗？你要入镜吗？开哦。我咧修呢。比赛我的咧吼。一下一个唔知啊。好，来这个灯。看一下哈，这个不是这个灯了，你要干嘛？这个关节啊，来往下折，好，好，好，放开。我把话归你，爸爸，这样，爷爷嘞，就躺下。啊，对。然后呢？哎，不会用，好。那不是我的车，它可以两边转来转去的。二来，然后你先给我修理了，啊，无你就来紧嘞，你无爱来，你就家己一直甲我吵。好，来，再来，老板娘，来，他可以往前一直推，整个推。你要往前后？对对，往后。你要往哪里推？看你啊。后面推。好，来，他这个。爸爸，你下个再看直接豆店。来啊，你把这一个往后推。豆店后边阿伯，那个阿伯，这边。好，边去。嗯，没搞，好，对对对，咔一声，棒，好，完了，哦，完了没？对，转过来，OK，好，拉拉拉拉过来，拉过来，拉到最后，好了，它只能这样子而已，是因为它这里有一个卡的，爸爸做的是刚刚好，对，那你帮我上锁，它才可以不会滑动，嗯，好，这边上锁就好了，嗯，来，这里上锁。好，那这边也上锁了，OK，好，来跟各位讲一下哈，如果说你今天你要节省你这一台车的空间的时候，可以把这个拿掉，哦，这整个饰板拿掉，全部都可以增加你的车内的空间，OK，好，它这个是铝槽，但是铝槽你知道它是怎么做结合的吗？是啊，对，它下面是用轮子，用轮子，哦，那。之前我们介绍的这个东西，它是双个铝槽去做结合，但是它这是不一样，它是做轮子的，哦，下面是轮子的。哎，这个东西去哪里买？你问你。爸爸。对啊。他好像说是那个嘞。木工五金。木工五金。哦，这个铝槽跟这个轮子哦，你只要在木工五金，你就可以取得得到。对啊，听说轮子不便宜，一组两颗要1000哦。哦，它是。哦，这轮那个轮子的造价比较高了，但是跟铝槽换算起来，它的成本还是比较低啦。哦，跟我们之前介绍那个百变床椅，它的成本还是比较低一点。多了。对，好。哎，好，我中间听说还有张椅子，我不会用。哪里？好吧，你应该是，你这店是要哪用？这店我这是到遐中那边阿未到。我没有。不是不是不是。也可以。还没用，它还没装。所以你要装你那边来，给你装吧。我不要蒸啊！快拆式的。对，快拆。这感觉是我在煮饭那个概念，你知道不？哦。对。哦，来，再那。哦，它是用这样子啊，三个快拆把它组合，哦，好。好厉害哦！我觉得这还蛮厉害的嘞。快拆式。你再把它弄一下，转一下，马上就另外一边转一下。你看它很鼓溜鼓溜。对啊，它鼓溜的。哇，好，滑回去，好，那就可以，哎。
其实他要整个做饭下去。老板娘很热，因为现在天气超热的。现在外面超热的。哦，好了，还是把它介绍完了。好，然后再来是什么？水槽。水槽，哎，等一下。还有什么？等一下，这里啊。这里啊，等一下，宝宝还有装瓦斯哎。你看，哇，哦、我们 Ocean 的水槽呢，嗯、哦，那个 Ocean 等级的水槽，哎、欸，这头吗？这头有 Ocean 的吗？没、欸、有，这头、哦，这不是啊，这是淘宝的吗？对，但是你是盖的，对，对，这就是妈妈淘宝的吗？对，淘宝的，这不便宜耶，1000多块，嗯，因为它运回来很贵。主要是运费啊，然后水槽，这又一起，爸爸一直吵啊，我就帮他买两个，然后那个是搭配很好，你帮他买他来做，啊对对对对，这是真的，这个是双口炉啦，来给各位看一下，它是双口炉，哦，这个其实各位，如果你会掏的话哈，去淘宝掏。不会掏的话，请老板娘帮你掏。对，老板娘帮你代购。水槽啦。哦，这个是一个水槽。哎，大家没有很好奇，它水到底要排去哪？对，水从哪里来？我们来看它水箱的设计。等一下，要抓虾尾姐来哦。空间。对。对。我出去。看，何一郎的管。一来，何一来，何一来。我来，我来。这边。那是什么？这里哦，哎，等一下。听说是一个是清水箱。对。啊，里面还有一个。你看哦。污水箱、清水箱就在这边，它是善用这个空间。然后瓦斯直接嘛。对，全部都是用管子接过来的。很多人会把水槽哈，这个水槽下面就是放清水箱跟污水箱，但是我们是牵着管子跑到这边来。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一个空间要放行动马桶。哦。什么是第一优先？什么是第二优先？管万能。他买了什么？你写下未啦？哦，要出得大家己嘞。好来，来，卡进去。哦，那、哦、就可以开了。两个大火在这里、哦。你点火没有？嗯，好，有了，有了，有火了，有火了。猛快麻呀！还有有。哦，不是猛快麻呀，是这个着火。这样就有点可怕了。这次这有啦。哦，这是第一次使用。对。嗯。哦，关了。好关。已经够热了。对，再开下去我可能会，我等一下先去洗个澡，待会儿。然后再来就是一些，就这样啊。置物空间。置物空间。哎、欸，啊，另外一个后面那个有用到吗？那一个。有，这个更有的无的。啊，那个是没哪开。这个嘛，赶快塞椅啊，塞头前。哦，来。这里。好来。那大姑娘在后面。然后我在后面呢、啊。去拍吧。哦，对了。这个它就是一样可以开启，棉被啊，棉被啊，哎，它空间还蛮多的呢。嗯，好。这个是要维修这个后灯。哦，这个是维修孔。啊，不然修理不掉。维修孔。而且应该也是一个支纳。对，这是一个支纳。哦，好吧 ，OK。嗯，好。哎，它占用空间还蛮多的呢。对啊，你看它还有全车的那个菱格纹设计。对。对，它怎么？它都自己贴的呢。这个东西它怎么贴的？哇塞，两个，拆下来，然后把它包在那个拆下来啊，把包盖个哦，你是天花板拆下来，刚拆下来，哦，了解，哎、啊，这样大家知道了哈。双面哦，大叔，它不是单面的。然后这个是用板子，对不对？对，用木板下去。用一块夹板。夹板用夹板去做。正常有夹。哦，我看出来哦，这两块格纹无同款。无，哎，无同型，迄个甲，迄个，迄个。嘿，这个是老爸有一天跟我说，哎、欸，你帮我订菱格纹。那天我们家不是有一捆很大捆，对啊，哦，你去订的啊、哦，就那一捆啊、哦，哦，了解。它这还可以拆下来。所以，然后这个是轮毂，轮毂，电啊，哦，轮毂要电得上啊。这来再放一下电啊。哎，够一下电，我以前从那个当卡袂占嘛。这我为什么加轮毂进去？因为轮毂会当酸。哦。再放一条是汽车，汽车电瓶。啊，你冰箱嘞？冰箱是迄条，迄条电啊。哦。电拢用迄条。我跟你讲，老爸还很好笑哦，很可爱的。怎样？你知道我们家的电池是不是？直接这样子。哎、欸，都可以用哎、欸。哎，夹白拢会当的。对、欸。然后他自己接线。对，其实这是一个。叫做手提行动电源的概念、啊、你可以把这一个拿回家充，充完
接上去的时候，哦，然后它就可以连接到这边来，哦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的电压表，有没有？给各位看一下，它是做这样的连接系统的。啊，就买插座。哎呀，啊，冰箱买拢接呀。嗯，然后冰箱我有做几个插头你来听。那这一颗如果不够电，我们再做大颗一点。啊，就解决它的问题了，哦。哦，这一颗我们可以再做大，然后整个往上，它就可以更多的用电。对。嗯，你记得那个给他安了呢。了解。来，然后再来。马桶啊。行动马桶。马桶。哎。就在这边。哎，它是按扣，我不会。哦，我看。哦，它有做一个按扣，然后就是行动马桶。就我帮忙传过那个。对。还有一个按扣。老板娘最厉害的地方是。老板娘最厉害的就是团购。整车帮他找到所有的零件。然后让他打造了这一台车出来，对对对，那叫载人啊。哎，他阿爸是不会找东西啦，因为阿爸年纪比较大一点，然后你要叫他去淘宝找一些有的没有的，他找不出来，所以。他里面还装个那个什么？哦，那是那个啊，莫达。哦。那个棒布啊。棒布，那个。哎呀。洗手台棒布。对，洗手台棒布啊。这么专业，连这个都有。嗯啊，不然你水怎么来？来来，你打开，你用水，你用水。那得用电。你用水啊。我莫打小大声，我莫打一个电话。莫打呀。你有静音的。小大声。来。这人莫打一个电话。哎，小心。开吗？转过来。哎呦喂。哦。你人莫打呀。我厝的一条提给你就好啊，你免用。哎呀，小大声。哎。我厝的一条啦。哦。哎，给你用就好，我飞鸭嘛，那条袂歹，给你换过。哦，那个马达太大声了，谁掏的啊？不是我，那袁大贝。哦，不是我，还好。我想说，我没有看过那一颗啊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哎、欸，它这个也不会滑出来啊！你告诉我这个很紧哎。哦。很好。然后那个是。这个是什么？一百一的。哎、欸，一百一，一百一。哦。你最近买那边那个耳机没？我要叫来。这不是地板用的吗？没有、啊。平常都用在这个地方也很好啊。对啊，地板我真的觉得每一个人的想法都很 好。再讲一下我们的地板，它的地板是用拼的哦。对，它是用拼的，而且它是做两层哎。三层哦，而且它哦，对不起。三层用拼的，然后你看它旁边那个修边是什么修边？我不懂。你看比我们那种以前那种修边都还要。这是什么修边，爸爸？白铁。这个、啊。白铁啊，这是这下面的材料。对，这头最远那个包角，韩泰龙那个包角。哦。你看，天哪，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用呢？把那个家里的建筑器材全部都用在这个车上。对，跟各位讲一下，除了这个百变床椅的关节哦，是莱蒙的关节，其他的都是台制自己找出来的。Made in Taiwan。哎，去找台湾买，去找替代品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还是老板娘厉害了哦，很多是他老爸自己。从那个建筑的那个，爸爸做那个的，这帮吗？嗯，好了，那还有这个有没有？哇，这是水啊！哎，要不要拿一瓶？拿一瓶。哎呀，好热。好热，是我很热，怎么是你啊？哦，好了 ，OK。电灯交有几人会不？这电灯。对对，几人会？会啊。嗯。哦，你看。自动感应的。没。哎，我阿姐来去接，阿姐来不？哪里？哦。暗加挂这晚上等于是那个，哎呦，环灯的概念呢、欸？不是，这个就是那种，就是晚上下的时候，夜间。对，而且这个灯也不会，不会刺眼呐、啊。嗯，了解。对对对对对。我也都是乱。好了，那个你阿爸可以开始。开始工作了，开始工作了。对，哎，好。南部啊，南部的乡亲可以开始预约。预约。对，请洽老板娘。请洽老板。直接打广告。